今儿个咱玩个谁是熊猫的游戏。又是一个烧脑小游戏。胖丫，你会玩不会？我不会，你玩过吗？不会玩。你知不知道里边的规律？不玩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没玩过。不知道多好，听好了啊！他不是熊猫，他是熊猫，你是熊猫，你不是熊猫。啊？谁是熊猫？我是熊猫。没错，你就是熊猫。为啥？有你个熊猫眼儿，点点呗。哎，差不多都是那意思。胖丫，这啥规律？我不知道，我瞎蒙了。好，那接着蒙啊！你是熊猫，你不是熊猫，他是熊猫，他也不是熊猫。那谁是熊猫？安杰是熊猫。不对，你是熊猫。啊！刚才你不是指了安杰说他是熊猫吗？对呀，第一把你是这样说的，胖丫，胖丫就是熊猫。啥规律啊，越来越迷糊了。我不迷糊，因为我压根没懂。好，那咱再来一把啊！你是熊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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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谁是熊猫？啊！问的都一样。我是熊猫。没错，你就是熊猫。啊！嘿嘿，我是熊猫，但是不知道因为啥。哎呀，可能长得像呗。不对不对，人家熊猫多可爱了，像我一样，他不可爱。通过上边三句，我好像明白一点点了。啊？我现在是稀里糊涂的，不明白。哎呀，妈再说一句，我再研究研究。好，那咱接出来啊！你不是熊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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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谁是熊猫？没有熊猫，不是，东东是熊猫。欢欢说的是正确的。我知道了。这，哎，那复杂都不是熊猫啊，因为我是熊猫啊。哦，应该明白了。妈，你再试一句。好，他是熊猫，他不是熊猫，他也不是熊猫，他是熊猫，谁是熊猫？我是熊猫。回答正确，小庆就是熊猫。啊？为啥呀？嘿，胖丫，东东，你俩是不是不明白？那我给你们两个解密一下，就是俺妈问完之后，谁先说谁是熊猫的那个人，他就是熊猫。没错，就是这个规律。哦，我好像明白了。啥？你说的啥？我还是不明白。